五十六届刘队准统会嘅巡防团体，大早就鼓励对平东站做天响，刘队众人次点钞。王牌巡防长规划两日对刘队十二年传体，今年系刘队三百日，所以抗太期盼变做三日。下部会副主委总控邵表示，台湾年轻刘队青年准统会今年升级变做国家级，本刘队三百分配贷款。 第五十六届陆队军统太飞，延伸化。由李医生先督作文，请中央公网主持省府点钞仪式，在由陆队总医师嘅助理邱赞行、VT56届陆队运通太飞点钞省府主副。向党进步！下边非副主委总控者同省府主副传递本组刊嘅各项市民红旗，在分发本陆队生命红旗，象征传递中央公网嘅精神。所以因为什么单位按用钱按合作按合作来培养，安尼中央公嘅精神来培养安尼陆队团结嘅精神。下边非副主委总控者率领省府队快跑传递总控者支持嘅时节表示，今年是逢陆队三百年，逢总统指示陆队运通飞筹项国家级模式判例。哎呀，陆队都好经验，都好三百年，所以必须扩大基班，啊变啊国家级别一个发动。 陆队总医师嘅信徒，江顿重用公王嘅升级，停顿生活队交建陆队生命红旗，传递客家团结嘅精神，也祈求陆队运动会圆满顺利。客家新闻潘胜峰评论报道。